我跟你说，这一件宽裤呢，它真的是舒服到，就是你现在可以直接去睡觉，你会觉得你下半身没有穿衣服。我现在是穿绿色吗？对，卡其色，卡其黑，这是浅灰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深灰。S 到 XL 的女生都可以穿，裤子还有口袋。这个绑带是真的，它不是装饰哦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松紧腰呢，它是有车线的，所以它不会翻。它是这一种薄缓的棉质，然后它基本上已经有点类似像那种莫代尔棉的材质，很舒服。那个舒服是100%的那种舒服。你一边会不会显裤痕？我觉得不会，因为它真的是蛮宽的。就算是 XL 的，穿感很好。就算是 XL 的女生穿，我觉得也不至于到紧身贴身。胯宽的女生可以，就是这边宽的可以。完全是可以的，我觉得买黑色就是最安全，黑跟深灰是绝对是最安全的啦。